不讲话人家都说不知道我越南人呢，但我跟我朋友讲话都是讲越南话。可是你也不会讲台语那国语了？有吗？哎呀，两年这样子我会讲。是吗？我们认识我在广海施工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下电话。不好意思，来哦。老人性格为什么老人咬呢？其实我是大陆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大陆人。你刚才讲话一点都不像，你现在就有像了。对，我真是大陆人。哦，真的、哦？真的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像哎。Class 没有。待久了。待久了，我来大陆我来台湾20年了。哦，真的。台语也是可以。这么厉害。真的。我讲台语嘛是，你看就是会有那种台湾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。对不？真的超强的。好，告诉你好不好？跟你讲个秘密，其实我是台湾人。哈哈哈哈，觉得看起来我蛮像越南人的、啊、不像啊，可能修颜比较像吧。化妆很容易骗人的，看不出来的。台湾机会比较多，我很多姐妹也是来台湾做指甲啦、嗯、就是开工作室那种。对啊，都做得很好耶，很厉害啊。你也是啊，我不是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对，我是带越南的美白产品来台湾的、啊、对，就做销售这样子。是啊，我不讲话人家都说不知道我越南人，但我跟我朋友讲话都是讲越南话。可是你也不会讲台语那国语了？有吗？哎呀，两年这样子我会讲。是吗？我们认识在这里认识，因为都修指甲嘛。哎呀，认识的很多越南人，是不是？快10年，才会讲话还是够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下电话。不好意思，来哦。你老人性格，为什么老人咬你？你谁都咬不着呀？我改。不是，它是扫黑的片。哦，真的、哦？真的。好看。其实我是大陆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大陆人。你刚才讲话一点都不像，你现在就有像了。对，我真是大陆人。哦，真的、哦？真的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像哎。Class 没有。待久了，我来大陆我来台湾20年了。哦，真的。你刚才讲话我都听不出来，你现在讲就是有像你。我真的是这样说话。你是大陆哪里？我是大陆那个金海市的。金海是算哪里啊？那你多久回去一次？我都差不多2年回去一趟呗。他差不多了。最近疫情，之前疫情你应该都没办法回去。真的，疫情挺严重的，回不去了，只能发微信，就是跟家人联络。台语也是可以。这么厉害？真的。我讲台语嘛是，你看就是会有那种台湾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。对不？真的超强的。好，告诉你好不好？跟你讲个秘密。其实我是台湾人。